火车能去平壤吗？能啊，这条铁路一直通到金将军身边，那儿就是首都平壤。哎呀，爸爸，等放暑假我想去平壤看看，那里有万景台还有大同江。好啊，去吧，看看万景台和大同江。哎呀，哎，快看！哎呀，这么多！哎呀，哎呀，快点，快点！哎呀，快点到那边上车去！轻点，轻点！喂，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听说这是从前线回来的车，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你看见了吗？昨晚上后山那边枪声响了一夜。哎呀，我睡着了，没听见。同学们，你们在这做什么？英好，姐姐，你们跑这儿来让人家抓住怎么办？快回家去吧。姐姐，我们是来看机车的，是昌浩爸爸开的，走吧。吉南，你姐姐怎么不去游击队？不知道。你们快看，你爸爸就是这个车头上的火车司机吗？嗯，听说美国鬼子把他拉出来要修理。同学们，咱们上去看看。嗯，好。哎呀，你们看，美国鬼子能修理好吗？我爸爸和司机叔叔们临去游击队之前，把重要零件都藏起来了。啊，现在要开，只要把零件安上，就能跑起来。你真会开吗？会呀、啊。这样推往前跑，这么一拉就往后走。司机要时刻注意操作，要不就打空转了。这么说，你也开过火车了？那可不，要是美国鬼子不来侵略咱们，现在呀，
啊，前两天逮捕的那个人就是这辆机车上的司机。一星期内能修好吗？不 ，no， 那很困难。我看最少得20天。不，要抢时间修。去前线的机车一辆也没回来。司令部命令我们7天修好，明白？是。我看，问题就看火车司机肯干不肯干了。嗯，你抓来的司机怎么样啊？哦，不怎么样。哦，你看，你看，他来了。是爸爸，爸爸，长浩，长浩，大卫，他就是司机。嗯哼，吉范，这是麦彼得大卫，他很希望你能继续留在这辆机车上当司机，就看你自己了。太累。从前你是日本人的奴才，现在又给美国鬼子当走狗，真是卑鄙无耻！呸！你这个家伙！No！ 你是愿意继续开车，你还是愿意送命呢？嗯？你们这些横行霸道的强盗，让我开车那是妄想。住嘴！拉回去。是。走，快走。哎，拉回去。高兴，美国鬼子是要夺走你爸爸的机车，记住，要给你爸爸报仇。同学们，昌浩说的对，美国鬼子烧毁了我们的学校，现在又来抓走了我们的爸爸和我们的妈妈，要杀害他们。我要勇敢的斗争，把美国鬼子从我们的家乡赶出去。怎么斗争啊？我们要像游击队那样抓住时机，打击敌人，破坏他们。对，那台机车我们也不能让美国鬼子开走。来，同学们，
把红领巾戴上。同学们，咱们要像一个真正的少年团员那样，拉起手来，向党宣誓。我是在曾军的光环下长大的朝鲜少年团员，我要做曾军的好孩子，勇敢的战斗。我一定自觉的遵守纪律，坚决的服从组织的命令。我要学习儿童团员军训，像他那样严守组织秘密。还有我，一到你只有尊我是米列尊无论用我的阿乐里老林发的听到我的肉包子也早也也可拿到大大大看我自己的美国鬼子把蓝狗拉出来了，怎么办？那些林家再也偷不出来了。你们说，咱们把狗干掉怎么样？对，干掉它，扔两个手榴弹就妥了。手榴弹？那美国鬼子还不都出来呀？嗨，那也不能瞪着眼睛看着呀。走吧，咱们再想想办法。你们看，那不是吉兰吗？在哪儿？那不咱们走吧。昌浩，他姐姐叛变了，给美国鬼子当话务员，你不也看见了？真的，我没想到他能给鬼子干事儿。嘘，昌浩，你们在这儿呢，我找了半天了。同学们，走吧。昌浩，这是我姐姐让我给你妈送的药。昌浩，哥，嗯，你看看，哎呀，
多，妈妈是叫鬼子给打伤的。玉芬爷爷告诉我说，这鱼能当药用，是吗？哎呀，哥，我晚上还去抓，你去吗？真浩，现在爸爸不在家，妈妈又让鬼子给打伤了，躺着起不来。我看，真浩，从现在起，你就应该替爸爸，也替我，在家照看妈妈。嗯，爸爸怎么样了呢？美国鬼子抓住爱国的人会打死他。真浩，爸爸会有消息的。来，快烧鱼汤吧。嗯。鱼钩还挂着呢。有了，哥，怎么了？没什么。哎，任浩，你还有鱼钩吗？有，快去找出来。是，请说话。是，站长是。是，请说话。警备队本部。是，请接电话。吉南，你送饭来了，坐着吧。你怎么了？姐姐，你真给鬼子干事？我真，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是，请说话。是，你知道吗？同学们背后说你些什么，我真是没脸见人了。吉南，是我弟弟。怎么了？气哼哼地坐在这儿啊？金南，
小姐，对不起，今天晚上禁止外出。我知道。金南，回去吧。成民同志，好像是江岸村的孩子们。是啊，是他们。同志们，就在这分手吧，我去帮助他们一下，然后我去江岸村。不行，一个人太危险。不要紧，好，执行命令吧，告诉他们我到江岸村去了。知道了，就这样吧。哎，过来过来过来。哎，美女美女，张飞张飞，啊，鱼钩，哎，这军权怎么样了？
大卫，兽医全都来了，可是没办法，狗都死了。你算什么管训员？混蛋！从明天起，你给我替狗去巡逻。我？怎么？是。岳峰。哟。你作为韩国人，从这鱼钩上没看出问题吗？可能是昨天晚上游击队下了山以后和会钓鱼的人一起干的。这里有钓鱼的地方？有，河边。嗯，明天你要装成钓鱼的人啊。啊，知道了。嗯哼，去吧。是。哎，就在这歇一会儿吧。好好好。指导员老师，您怎么到这儿来了？长浩，现在郡党委把指导少年团组织的任务交给我们民青了。是吗？是吗？指导员老师，今后我们一定要勇敢战斗。要战斗，只要有决心，就一定能胜利。你们是在金将军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少年团员，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员，始终在金将军的领导下进行战斗。你们现在也应该向当年的儿童团学习，保卫祖国，做忠于金将军的少年团员。所以要把同学一个个的都团结起来，要和敌人展开有组织的斗争，不但要保卫火车头，而且还要消灭敌人。嗯，明白了。这回可上钩了。哥，嗯，你看，哎，那是谁呀？是那个密探吧？你看能上这儿来钓鱼吗？啊，我看他像。仁浩，你在这等着。哥，干什么？你别问了。
这事儿可不能对别人说呀。嗯，哎，走吧。您看着鱼，快！您在看着鱼钩，快！嗯，你是不是私通游击队？哎，哎，回来！然后到他们面前，不要怕。嗯，哎，快走！哎，他妈的，往哪跑？这还有两个孩子。啊！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嗯？你放开我！鱼，这么多鱼呀、啊！哦。哎哎，你往哪儿跑？嗯嗯嗯嗯，哥，嗯，是谁放的鱼钩？快说！嗯，你放开我！是谁放的鱼钩？我不知道，你放开我！我不知道，你、嗯、放开我！这不是我们钓的，是从河边上买的。啊，你骗不了我们，我也是会钓鱼的。你看这个，刚摘钩就让我们买来了。在哪儿买的？在河边上。嗯，把那个家伙抓来。是，可不许说谎。走，快走。在哪儿？在那儿。啊，还真有啊！哼，老头，别钓了，看看鱼钩。嗯，啊，就是他。你们干什么？嗯，鱼钩是你下的吧？啊，有这种人，抓住他！喂，你是？麦彼得大卫的人，美国鬼子吃了鱼钩的苦头，可伤脑筋了。过不了多久，咱们就要想办法让麦彼得自己也上钩。好，嗯，我们有信心。好，林乐园来了。你好。啊，辛苦了，成民同志。到那边去，长浩啊，做好战斗准备。是，现在咱们分配任务，京巴和任浩，你们俩去侦查一下机车的修理情况。是。玉
本和在珠去站岗放哨，要提高警惕。好，那我们做什么？你们到柳树沟去搞好宣传工作，还有把金南找来。嗯，知道了，咱们走吧。走吧，走吧，快走吧。长浩，长浩啊，游击队指挥部对你们的斗争评价很高啊。是吗？嗯，长浩啊，你爸爸有消息了。啊，你爸爸表现得非常坚强，鬼子们想强迫他把火车开动起来，可他宁死不屈，正在顽强地斗争。我爸爸有消息了啊，他正和敌人斗争呢。什么？孩子，你快详细说说。鬼子想强迫爸爸把火车开动起来，爸爸就是不干，正在和他们斗争。是吗？长浩，你要相信你的爸爸是不会向鬼子屈服的，因为你的爸爸是金将军最忠诚的党员，你要像他那样坚决地去斗争。子孙，嗯，这个地方有地下组织和游击队联系，咱们哪怕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嗯，要一网打尽，一个也不让他跑掉。还有六号机车要秘密修理，嗯，你应该去那儿亲自监督他们。是，我马上就去。诶，怎么回事？没有岗哨？真怪呀。上车上看看去。嗯，零件都是新的，原来他们偷着修呢。拆下来。好，thank you.
昌浩，金霸他们后边跟那个美国鬼子。啊啊！来，同学们，不能让鬼子活着回去，快各就各位。这是第一次缴获的战利品。哎呀哎呀哎呀，走吧走吧。
修好吗？啊，只要有零件，很快就能修好。现在就是司机成问题啊。抓来那个司机呢？啊，我们什么刑都用过了，可是，要想个办法，强迫他给咱们开车。是。还有，今天有军需列车到这儿来。他们会带来零件。哦，是午后六点钟的车吧？关于进站时间要严格保密。是。是。自从我们打死美国鬼子以后，敌人也提高了警惕。最近他们的岗哨只要发现生人就抓。哦，敌人又在策划新的阴谋诡计了。长浩，现在有一个紧急的联络任务。好，我去。现在是十点，中午你到邮局的前边去。是。等到一点，来一个人，穿黑西装，兜里插两支笔。你问他信什么时候能寄出去，他听了以后回答你说要看我们的工作结果，接上关系以后他会给你一张纸条。知道了。好。21 22 23 24，吉南，你姐姐一直没回家吗？现在我没有姐姐了。25 26，吉南，应该帮助你姐姐。别忘了你戴过红领巾，是少年团员。你想想吧。好吧。走吧走吧走。站住，快。去吧走吧。站住。金兰，你也来了，你们都好吗？辛苦了，怎么样？坏了，接头的是吉南的姐姐，我们的活动肯定被发现了。你和他交换暗号了吗？能和他交换吗？那你也应该和他联系才对呀。啊，长浩，有时候我们的同志为了完成任务也要打入敌人内部去工作。那怎么办？现在只好去第二个联络点，午后五点钟在越川江渡口那儿。
们大伙在这等我。越川江流水是这样的清澈，美丽的祖国江山永不变色。哦，姐姐，长浩，方才我把纸条给我吧。已经晚了。哦，敌人的军用列车6点钟进站，只剩下30分钟了。原想通知山里颠覆这列火车，现在晚了。30分钟。嗯，知道了。怎么样了？这事儿都怪我，把联络工作给耽误了。现在我想，如果你们赞成，这个任务就由咱们去完成。嘿，我们去干，我们去干，我们去干。然后，你到村里去，指导员要是来的话，告诉他这个任务我们一定能完成好。同志们，我来谈谈作战方案吧。等军用列车一进站，就翻开1号道岔，让进站的列车和军需库相撞。哎呀，那可真是一场大爆炸呀！可那里有美军岗哨，那算什么？当给他一枪就完了，没人给信号，火车不能进站呢。这回，咱们再给他下个钩，让他自动上钩。什么鱼钩？鱼钩？不，这回不放鱼钩了。放些大石头。大石头？嗯，
昌浩。指导员老师，袁老师。昌浩老师。昌浩老师。同学们，组织上授予你们火车头少年禁卫队的称号。哎呀，火车头少年禁卫队。是啊，作为一个火车头少年禁卫队员，要更好的战斗，更好的战斗，战斗。同学们，金日成将军现在已经发出了总攻击命令。是吗？用不了多久，人民军就要来了。同学们，要扩大禁卫队的组织，把江岸中学的少年团员都动员起来，参加最后的决战。嗯，明白了。指导员老师，我们这样的战斗，金将军要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吧？是啊，会高兴的。指导员老师，等消灭了敌人，我们一起到平壤去看望金将军。好，去吧。坐上你们宝贝的汽车，去向金将军汇报胜利的消息。好，嗯。要快干。对，报告，按照您的命令已经设好防线。动作太慢了，南进的人民军正在向这一带集结，你的大队要保卫这条铁路沿线，懂吗？我懂了，去吧。不紧急行动，我们就要陷入重围。国军和治安队将要和共军决一死战。我想，我们美军自己要尽快的悄悄撤走。这一切行动要绝对保守秘密。明白了？明白了。喂，对，大卫。六号机车已经生火，可是没有司机啊，您看怎么办好呢？司机由我负责，你要做好发车的准备。快离开这儿，要快。不过，大卫，我听说今天夜里凡是美军全撤走，那我……住嘴，混蛋！你忘了话务员在偷听。该死的女人，现在除美军以外禁止出入。是，把那个话务员抓起来。是。
姐姐，哎呀，你怎么来了？怎么了，姐姐？美国鬼子没看见我。济南，你快回村里去。快！不，我不当狗腿子。济南。现在美国鬼子想坐六号机车逃跑。什么？济南，把这张纸条交给昌浩。济南，这是组织上交给少年团员济南的任务。啊，姐姐。济南。姐姐。济南。姐姐。济南呐，姐姐不是鬼子的人。哎，在这儿呢，开门，快开门！你快走，开门，快开！姐姐，济南，快，别忘了任务，快走吧。姐姐，最后再问你一遍，是想活还是想死，你自己说。这些该死的美国鬼子，宁肯我自己牺牲，也不能让你们活着回去。给你这个，刚才我姐姐让我给你送来的。啊，美国鬼子要坐六号机车逃跑。金南，你姐姐在哪儿？她刚才留下这个条子，就让鬼子抓走了。什么？同学们，和侵犯我们国土的美国鬼子决战的时刻到了。火车头少年禁卫队队员要勇敢的战斗。战斗！警报，你快去准备战斗。是，我就去。玉粉和铁勋，把这纸条送到游击队联络站去。嗯，知道了。我们不但要保卫机车，连美国鬼子也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嗯，济南和我带头。嗯，再中和金巴随后来，明白吗？是是，好，走吧。快，快点，哥哥，我。你在这站岗放哨，
我也去。给你，留在这儿，等我们回来，不要离开啊。哥，爸爸的机车你一定要夺回来呀。嗯，一定能夺回来。干什么？怎么，你们美国军官只顾自己逃跑，就不管我们韩国军官了？你说什么？我们美军不是逃跑，是有特殊任务。哼，特殊任务？请问你凭什么要来干涉我们美军的行动？嗯，快回去指挥你的部队。我命令快发车，要快。知道了。发车。是。发车。快停车，游击队小崽子都上去了。哎呦，这可怎么好啊。你听他在喊一些什么呀，让咱们救命了，想爬上火车来。停车，快停车。真讨厌，把他干掉。好，停车。站起来，哎，快来，快快走，快走啊，你快点。惠顺同志，吉范同志怎么样了？他在车上，决心和敌人同归于尽。什么？可孩子们也上车了。啊！我们游击队来晚了一步。
住，盯住押车的鬼子啊！是，金爸，盯住那个胖子。嗯，知道了。告诉你，好好开。啊，爸爸。机车，机车，快减速，减速！知道了，快减速，听见没有？快减速，快点！不能减，一个也不能让你们活着回去。什么？快减速！转弯了，赶快下闸！知道了。爸爸，长浩，现在该向北开了，快开吧。前方是载住，你四路好，金八当助手。嗯，机车，机车，怎么向北开了？嗯，向南开。老妖们，不要乱吵，老实等着吧。哎，都是游击队，快给我抓住！啊，好，抓住，快，快，快，好，上，快点！快把他们干掉！长浩，有多少鬼子？一大群。长浩，加快速度，把鬼子全。
全都甩到硬川江里去。是。好准备。爸爸，下闸吧。下闸。辛苦了，上去。同志们，火车头少年禁卫队员们，同学们，由于你们和侵略者进行了坚决勇敢的斗争，继承了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了忠于金将军的少年禁卫队的荣誉，光荣的朝鲜少年团员，火车头少年禁卫队员，我祝贺你们。师父前辈，同志们，我们的斗争还没有结束，美帝国主义还没有从我国完全的撤走。同志们，希望你们高举起金日成将军的伟大革命思想，忠于祖国人民，做青年禁卫队员，做人民军的后备力量。同志们，让我们一起永远的用生命保卫伟大领袖，做光荣的革命战士。